今天我们为大家试驾的是奥迪的 A6， 它是一款 Avant， 就是威根的车型。好、哦、像这样子的，等一下大家可能有看到我们另外还有一台370D。哦，今天是试一台送一台啊，买一送一。因为370D上次我们只花了不到一个多小时时间，而且又下雨，所以上次我们的试车基本上不能算是试车啊，算试乘。好，那今天总代理很大方的借购车是一整天啊，随便你要怎么试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两台车，加起来超过500万的车价啊，一次要呈现给大家。那我们先来讲，比较平民化的 A6 Avant。先说到 A6 这款车型啊，目前在国内的汽车市场，不要说国内，甚至全球汽车市场，如果是中大型房车做到 Avant 这种威根车型，它的立场就真的是比较尴尬一点。怎么说？通常会花300万的车价去买一款车，大部分这样的消费者他都已经有能力再买第二辆甚至第三辆车子，要么你选择一台适合全家的 MPV 或 SUV， 另外买一台自己拉风的，像370D 啊，200多万，250几万，那这样子的话比较符合啦。可是像这一类的中大型的威根，就是 Avant 车型呢，它的立场尴尬就在尴尬在这边，它到底定位是豪华房车，还是旅行车，或者是一台你拉风的个人座驾？其实台湾的汽车市场这一类的威根车型，我觉得它的售价的上限大概是在200万，超过200万会选择的消费者的意愿就会很低。那这台车的售价是340万啊，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A6， 它是 3.0， 然后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是机械增压。首先在车头的部分可以看到，最明显就是目前奥迪全车系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就是盾形的水箱护罩，而且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，几乎占了车头一半以上的面积，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精神象征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招牌，全车系目前只要你看到像这样的设计，就表示它是小改款或是大改款之后的车型，就是整排的 LED 灯，这是奥迪这个车厂最早所做的创举。好，那目前很多车厂也朝它的方向去做模仿。那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它车灯的造型，还有下方雾灯，还有旁边雾灯框一个长长的一个雾面的一个黑色造型，以及这个盾形的水箱护罩。其实从车头看去呢，它的气派度已经几乎是 A8 化了。在介绍车色之前呢，大家其实可以看画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刚刚嘉伟所讲的，就是 A6 的车型呢，它是属于中大型房车，所以它如果做成像这样的威根造型，从车色看去，它真的是太大了，而且大到已经感觉有点突兀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因为 A6 它的车身腰线只有上面只有一条，不是很明显的腰线，它整个门板的板件上并没有太多的折线设计，顶多一点镀铬饰条的点缀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会看起来它的整个车侧面积会更有放大的一个效果。车窗的部分呢，上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镀铬框，以及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行李架的设计，哦，也是一个镀铬的处理，而且它的造型呢，跟一般的我们所熟悉的行李架有点不太一样。天窗的部分呢，只是传统的天窗，它并不是全景天窗，也没办法做选配。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一样啊，跟头灯的 LED 一样。只要是 LED 日照灯有这样的搭配呢，在后视镜上面的方向灯也改为一个 LED 的设计，而且非常的漂亮。轮圈的尺寸是24540R18，这是目前 A6 Avant 的一个标准配备。车尾的造型，从我们看过去这个角度，你会发现就是 A6 它的车身从前叶子板一直到延伸的车尾的一个收边，它的整个板件的造型太过于圆润，所以会造成它车体有被放大的效果。也因为如此，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去看旁边的 370D， 它的线条刻度就非常的多，所以它看起来车会比较小一点。可是相反，我们先看到 A6， 虽然两者的一个车型是完全不一样，不过因为 A6 它的车尾除了双出排气管有一点点运动化之外，它也没有尾翼，然后整个车尾的一个流线造型呢是属于比较圆润的，它并没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车身线条，换个角度讲就是它少了一点动感。尾灯的设计呢，全部都是 LED 的设计，只有方向灯不是，方向灯是传统的灯泡，可是刹车灯的部分是 LED 的设计。那在车尾的右边可以看出它是 3.0T Quattro，它是一具 3.0 的机械增压引擎，然后它是 Quattro 四轮传动系统。
虽然 A6 算是一台中大型的豪华房车，不管是四门或是威根车型，可是大家可以看画面，就是它的后座空间的表现，并不是非常的出色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它中间因为要走传动轴，加上排气管的关系，所以它整个第二个座椅中间这个座椅的膝部空间还有腿部空间表现，会被这个隆起的这个造型、底盘造型所影响。后方有冷气出风口，可是整个座椅的设计呢，它的舒适性表现，我相信未来啊，顺便跟大家透露一下 ，A6 在明年应该会进行一个大改款。我相信大改款呢，原厂的工程师应该要好好的强化它的后座空间表现啊，它后座空间表现是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打开尾门呢，这个是它的重点，因为 Avant 车型呢，第一个它有个电动尾门，第二个就是它整个车尾的空间。还有整个行李箱的运用，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车尾，包括后座六四分离导平的座椅设计也好，或者是整个行李箱的平整度、宽度，甚至一点点高度的设计呢，都符合刚刚嘉伟讲，就是它的车身外观看起来比较圆润，就看起来会比较大啊，所以它整个行李箱的空间运用呢非常的充足，几乎已经不会输给一台 SUV 的一个空间表现。另外在后方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 model 摄影箱啊，它在横的放、直的放，甚至高的放呢，都可以展现出 A6 它非常宽敞的一个后行李箱空间机能。然后你可以透过两侧有一个滑轨，这个滑轨你可以去选配，譬如像固定网，或是一些行李架，可以让你的后座的整个行李啊，可以牢牢的固定在后方。